亲爱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老三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今天的节目教大家，免人拍囝、拍囝、拍死啊！哦，管教啊，真是人管教，就是像我咧讲，拍拍到你死安尼，无能拍到你唔听话。啊，这个时代足大的悲哀，就是以前的囝吼，拍的尔吼，过来我过来讲对不起啊。即卖囝是咱个拍了，咱来讲对不起啊。吼、哦，真正足气的咧。免人管教囡仔，差不多是现代父母最大一个挑战，足大的困难。以前靠什么叫做伤害？爸爸妈妈伤害我，吼、哦！即卖爸爸妈妈因为这车看伤济吼，即卖足惊。哎呀，我呢唔知伤大声未？我足惊为我囡仔带来伤害。你愈惊，你就愈伤害。因为你愈惊的时候，你就根本你家己你是大人，也是囡仔，你做大人，你都唔知我呢做是对啊唔对？连你自己都在困惑。啊！你一定会伤害到你的囡啊！哦，所以真正的啦，管教这个物件吼，大家要好好啊认真学啦。你卖当作讲哦，哎呦，枵就吃，嘴大就啉，哦，啊，忝就困，无乖就拍，哦，唔是安尼，哦，你莫当作讲管教囡啊，骂拍，这是足简单，拢唔免人教，本身就会向的物件，时代无同款啦。即卖这个时代。真正你要了解，即马即个囡仔自细汉到大汉的成长的过程，甲咱细汉到大汉成长的过程，迄根本就是完全无共款。基本上老三甲你教啦，你著将即马即个囡仔当作外星人，安尼就对啦。啊，甲你是无共款的星球长大的，啊、本来就是无共款啊。你细汉的生个物件，甲伊无共款啊。你细汉看这部甲伊嘛无共款啊。你细汉食牛奶都甲伊无共款，我甲你讲。这个世界，同一个地球，生活方式已经完全无同去了。所以，这个囡仔伊的 DNA， 伊的遗传体质嘛无同啊。啊，佮再来，伊自细汉阶段吸收的物件嘛无同啊。所以呢，这拢会造成你要管教囡仔的方式，拢爱有改变，甲以前无同款去啊。以前是一个讲道理的一种教育方式。咱管教囡仔，让伊知影讲，你安尼唔对，你承认你唔对，唔承认我拍你尔，安尼唔对不？佮唔讲话，佮拍，拍甲你挡袂牢，唔对不？他就会认错了，啊，足简单嘞。以前管教囡仔就是讲，好一个囡仔，教甲好一个囡仔承认伊唔对，唔承认那个用武力、用暴力、吼、哦，用武器、吼、哦，用个钉条啥个术、吼、哦，讲甲落尾阵。他一定会屈服的，啊！即马这个方法无较抓起啊，现在无较抓，因为即马囡仔已经讲教育了真好，你要甲拍讲，妈妈你甲拍我要卡电话给警察咯、哦。哎，台湾还阁好，伫国外，伫讲像澳洲、纽西兰这个所在足严重，真正足严重的呢。你要拍囡仔呢，囡仔讲你不可以打我。你打我的话，我要打电话叫警察把你抓去关起来哦！真正该老不光了呢，老不听这话呢。因囝还记哪呢呢？讲你要你若甲我拍，我就随敲电话，老师尴尬。我若敲电话，警察就会甲你抓去关，就无人甲我拍，足恐怖呢。你讲那边哪敢？所以我讲即马这个时代，用这个捏用麦，和你囝仔知影讲你的生日伊唔对，这种教育方式已经。过去啊，当然这是足大一个悲哀，的确物件是足大一个悲哀，但是无法度。时代在改变，品种在改变，哦，那个土壤环境在改变，所以呢，咱的方式嘛是在改变。真侪老父咧，老爸老母无法度接受这个观念。啊、哦，我细汉，阮爸、阮母啊、阮阿公、阮阿妈都是用咧甲我教呢，这种错误的观念。地到落尾，爸母甲囡仔关系真无好，啊，关系无好也个基础，佫较悲哀是，怎造成这个囡仔伊不受教，怎造成这个囡仔有一个偏差的行为，所以因为种管教囡仔无法度接受，带来一种未婚妈妈的问题，因为你伊对你不满嘛，伊就出去外面找别人嘛，啊，你十几岁尔嘛，都要唔捌代志嘛，所以落尾的时阵发生问题。有心啊，变作一个社会问题，哦，这是一种。啊，另外一种呢，
就是讲啊，爸爸妈妈管咧，我就翘家，我不会让你管。我感觉听较足烦的，我听较足神的，就离开厝去混帮派，去食毒品的，哦，去啥物的轰趴的，有诶无诶，即个社会即个物件足济，即个怎样怎变做一个社会上诶一个叫做反社会分子，哦，伊不爱遵守这物件，伊对权威真大诶一个不满，即个即卖社会上足济问题就是安尼造出来，所以咱来思考。你的动机比你的孩子好，你感觉管教孩子是你的责任，但是教出来孩子敢真正有那种效果，这是我们思考的问题。更加大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父母压力很大，父母的压力大是因为我们自己要上班，有时候爸爸上班妈妈上班，经济压力也很大，现在整个这个国际的经济经济的环境还没有好，所以咱都赚无够开，都搁立贷款。啊，即嘛囡仔吼，底下吼，迄同学话搁歹习惯。啊，伫外面的环境真复杂，所以咱来搁烦恼，咱囡仔毋知往带歹去啊未？所以爸母本身都是真紧张，爸母无放轻松，爸母无幽默感，爸母无种心情讲啊，等下啊，甲囡仔呢，反正咱时间真少嘛吼，慢慢啊讲，今日你好安怎啊？啊，爸母用种足幽默感的态度，啊来启发教育。我跟囡仔做伙耍，耍一个啊粘土啊，这些无。即马爸母拢用时间逼条条，时间排到甜甜甜，拢用半点钟做单位，这个半点钟学啥，下一个半点钟去学啥，中如果对家走去到遐，交通时间如果算落去，爸母拢真紧张，囡仔嘛真紧张，囡仔压力嘛真大，爱学英文，爱学音乐，爱学这学那，所以囡仔无快乐，爸母无快乐，谁人无快乐？时间逼上硬。时间逼上完，两边拢无快乐。做伙的时阵哦，双向关系紧张，爸母的情绪的这个炸弹都甲弹出去啊！啊，就讲啊，我赚遮侪钱，我是咧赚假的哦！啊，我赚钱饲你，我就嘛白痴哦！啊，我是瘾头哦！我钱我袂晓家己开，我就钱互你开哦！我遮辛苦上班赚的钱，互你安尼甲我糟蹋咯！啊，你去老师要拢咧学啥？你甲我讲，爸母就念落啊！咱的情绪炸弹，咻，这个飙起啊！囡仔感觉讲，我真委屈。我讲，我叫你送我去学英文。我讲，我叫你，我讲，我跟你跪咧拜托，讲我要学钢琴。无嘛，对不？你甲我送去，我到底无爱学。我大家想讲，要去上课，面都足臭的。啊，老爸都开始骂。哎，你甲差不多嘞吼。提钱让你去学，你就甲笑面嘞嘿，态度较好嘞吼。嘿，但其他的囡仔是无你遮好命哦。我虽然想要学都学无哦，其实囡仔讲吼，佫袂当应嘴哦。伊实在是无啥想要学，阿老爸老母佫个阿，哦，就受不了诶。所以变作讲，一个囡仔伊的情绪也作压抑。伊有当下啦，较好想的囡仔就讲，好啦，啊、爸爸妈妈为我付出那么多，我要安怎？我之后吼、哦、用功读书报答父母，啊，这种情绪压抑。伊都唔是要做，伊都唔是伊家己欢喜甘愿做的嘛。伊是为着要让你卖生气，伊是体贴讲啊，你遮辛苦，我只好配合你。安尼免来指出，真正有家己的想法、独立思考的囡仔，无可能。人这叫做填鸭式教育，所以咱教出来囡仔，伊都无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咱教出来囡仔是无感觉的囡仔。伊毋是发自伊个内心真正个感动，伊毋是发自伊个内心享受即个学物件个快乐，伊无。对来讲，学习是一种痛苦，去上课补习是一种满清十大酷刑啊，是一种处罚。对来讲，对来讲，人生话个世间是一连串永无止境的责任，是足痛苦的一件代志。所以，伊无法度真正感受到做人迄种个快乐，所以伊无快乐。啊，咱大人呢，那么无快乐，砰！当你要甲管教的时阵，常常变作是大人在发泄情绪。足济管教，拢是大人真不满，我足辛苦。啊，即摆咱也辛苦，咱塞一台即个步步车吼，一台烂车，搁边啊看人塞一种宾士的赛过，咱搁较会大。我比人较辛苦，现状我比人较歹命。是嘛？即个社会拢无公平，哇！愤世嫉俗。所以这么回去而已，又看到孩子
读册唔好啊，读写功课唔好啊，写，吼，规巴肚火全起来，所以呢，开始管教囡仔，你拢唔好啊，读册啊呐。其实爸母真正的情绪是啥物？爸母真正的情绪是爸母家己感觉生活是足无容易，爸母家己感觉讲，我是活较足忝的，我遮辛苦，拢是为着你。所以当咱管教的时阵，迄毋是真正管教。那叫做发泄情绪，那叫做借题发挥，找一个理由我们在那发脾气，根本就没达到那个真正的管教那种的效果。真正说要说管教，那应该是一种教育。管教的孩子不是只是找一支锤，做不得把你讲下去，这样你不是父母，你是警察，你是叫做纠察队，你是只敢在看，哦，这做不好，哦，那做不好，我要给你处罚。真侪爸母因为家己真无用，根本都无真正教育囡仔。伊是一个警察执法人员，囡仔感受就是讲，阮爸爸妈妈要给他处罚，还是看伊的心情。心情若好，我就算搁做天大唔对，伊也拢凊彩就过啊。啊，若心情歹吼，小块鸡毛蒜皮代志吼，摕来大做文章，搁形状搁兼翻旧账，对不？爸母虽然无啥会用 internet 上网，但是吼，要搜寻小孩曾经犯过的错误吼，迄真正是迄个资讯吼，马上就上来了，马上就连线就出来了。啊，你讲囡仔阵就讲，你唔是第一摆啊，前一摆安怎安怎，哦奇怪吼、哦，你叫伊去用电脑上网无啥样。但是你俩叫伊讲找出孩子以前犯过的错误，迄资料源源不绝，吼、哦，一直来。迄个骂人说，拢唔免打草稿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骂几篇诶。我相信这是足侪囡仔感受，朋友啊，做爸母已经足辛苦，管教囡仔佫教较足辛苦，佫教较无效果，佫教较感情歹去，何必呢？冷静想一下，小辩驳一下。你没有换招的话，你要继续用这个方式。当个你囡仔大出门的时阵，弄出去啊，剩你一个空巢期，你也非常有问题。所以，你安怎管教囡仔，就分一个。等下了，咱继续过来。来，欢迎回来老三的节目吼。管教囡仔是真正非常大、非常大一个学问啊。管教本身吼，都是常常会带出咱心内这个情绪。尤其吼，咱也是伫个足严格家庭大汉的出来的人吼，咱会真歹接受别人的情绪，因为咱先来先互拍，你哪里好，老爸讲好啥？伊是一个足严格家庭出来的时阵，伊会不准你的情绪表达，伊会叫你袂使吼，目屎吞倒转去，迄叫做压抑。伊会强迫你将你本来迄个感受，我可能是咧气我家己，我可能是真委屈，我可能是真伤心，咱不管。都你有一挂情绪，你人活伫世间拢有感觉嘛。但是当你有迄个感觉，目屎滴落来，爸母一句话讲好啥？你做唔到，佫较好。无甲咱问讲，你为啥物好？无讲。不准吼，吞落去。这个过程中间，如果咱是安尼大汉的时阵，当然，咱即马大汉看到囡仔吼，讲你是个后生，你生什么气？咱自然会安尼，咱变作不准咱的囡仔发脾气，咱变作不准咱的囡仔有情绪，安尼这个问题就大了。咱变作讲，家己嘛足气，家己讲我怎么这么没用？我哭什么哭？咱无法度接受家己的情绪。有的代志，咱比如讲，咱都真正做了无好嘛，做了无好，咱会生气嘛，我们会挫折嘛，哦，咱可能会怪东怪西嘛，咱有一挂情绪嘛，吼、哦。但是呢，咱若伫一个严格的家庭大汉的时候，咱变作讲无法度接受别人的情绪，咱嘛无法度接受家己的情绪，气家己，那也真无路用，卖、哦、好。爱坚强，这较早连续剧拢要做这出来，你唔知啊？
就是拢安尼啊。所以，在这款的情形之下，当咱的囡仔有情绪的时阵，咱无机会甲伊沟通。什么是管教？管教是咧讲，当伊为着一件代志，伊有一个情绪出来，比如讲真生气。我咧讲，阮教会一个青年咧教英文，伊甲讲，即摆囡仔拢安尼呢？即摆囡仔吼，你若教吼，伊袂晓写着，你遐踢倒啊！吼、哦，伊若写功课，那遐踢倒安尼。伊讲吼，我是特别俩讲啊，你袂晓写，你毋着好好态度，你来搁伫遐咧踢安尼。迄就是因为迄个囡仔有足强烈的情绪，哎、啊，你囡仔强烈的情绪，伊袂晓表达。所以照理来讲，什么是管教？管教就是当一个囡仔在咧踢桌啊，在想物件，当伊有情绪的时阵，咱赶紧甲问讲，哎，来探讨。咱来问讲，哎，你为什么那么生气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咱甲陪伴，哦，咱来甲引导，让这个情绪出来。啊，咱最后甲他甲伊检讨，讲你这样子对吗？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。哦，管教是一个过程，但是咱讲麻烦啦，你若去问长辈。教囡仔哪有咧困难？啊，扒落去，扒个变过，吊起来拍有无？你若看长辈咧讲这个教育理念吼，其实拢足血腥的呢，拢足暴力的呢，啊！因为对你来讲吼，迄、那个过程吼，会当拢总跳过啊，直接到迄个结果就好啊，就是甲扒落去叫伊听话，安尼就好啊。我刚才买迄个结果，迄、那个过程我总唔免，所以无怪咱教出足济人。这些人伊感觉是错误的，因为伊家己有感受的时阵，去用忽略去啊嘛，去用压落啊嘛，无人帮助伊，让伊的感受正健康来表达出来嘛，无人帮忙伊。所以，这个囡仔正好读册，这个囡仔正引导，这个囡仔正乖，这个囡仔正有成就感，这个囡仔能力正强，但是这个囡仔伊袂晓处理家己的情绪，甚至到三十岁、四十岁，婚姻的问题。就是阿公阿婆两个人处理情绪的方式，一直拢无法度真好势，所以阿公阿婆两个人也拢无快乐，婚姻变作一种折磨，婚姻变作一种足大一种痛苦，这一切拢是你个人的情绪问题。有当时阿公阿婆咧沟通时的问题，有当时先生甲太太讲，有当太太甲先生讲，哦，比如讲啦，你是安怎？你大概你的衫？你不要疼起来，我叫你讲，等你迄个所在，你来拢要乌白蛋，讲一摆，那就阿咱讲一摆应该听有啊。第二摆，奇怪，同款这个问题，我哪会跟你讲啊？这一摆你来拢无改变，这是安怎？阿无就冤家啊，啊是安怎哪会冤？就是因为伊这个先生，伊自细汉到大汉，伊妈妈嘛是安尼定下改念，我的袜子吼，等下你乌白蛋等你家。妈妈就跟妈，啊，你也不扣起来，你袜子要拿去放在桶子里面，唔通我被弹。过第二天，这个囡仔方便嘛，放个灯来，咻，嘿，鞋安尼，脚安踢了尔，鞋唔知飞去对啊，啊，袜子脱下来，弹，妈妈就来啊，啊，你给我被弹，跟你讲卖我被弹，你给我被弹，啊，过来嘞，妈妈去夹袜扣起来。扣起来等，你听我的意思阿伯，这个囡仔，逐摆回来不要拢乌白蛋。今仔我已经娶某啊，我已经娶某啊吼，我当下厝下班当下厝，我鞋啊脱掉，袜啊脱起来乌白蛋。我借问，这个习惯是我结婚了才开始，还是我结婚之前就开始啊？你想？敢有可能有一个人，伊逐天回来袜子都放得整整齐齐的，啊那袜啊吼洗了拢一箱一箱寄好势拢放喺遐。结婚了伊就讲啊，即马开始有太太啊，我终于可以不用洗袜子了。所以自结婚那天开始，袜啊都乌白蛋啊。敢有可能？我当甲你保证，无可能。伊有种习惯，就是自细汉。啊，是安尼自细汉，伊妈妈。啊！因咱家讲一摆、讲两摆、讲十摆拢袂改变，因为这是伊的习惯。因妈妈自细汉就是安尼，甲骂十摆，但是最后结局拢是妈妈家己去做。最近囡仔知影讲啊，反正妈就做你去骂，要讲做你去讲，反正你讲了后嘛是赶快你也去扣，这叫做模式，对不？所以我咧讲，你若讲管教管教，
你无真正帮助这个囡仔有改变，你干那个骂，你干那个怕，伊的行为敢有改变？无，不但无，伊佫讲你很爱唠叨，冤枉。所以，冤家的囡仔真正是爱学。咱来去收集资料，上网会买册等来看好。唔、哦、忙，咱每一个人拢知影讲变哪好啊，教咱家己个囝，唔是伫发泄我们自己的情绪。后一集继续收看，多谢。欢迎收看《老三念歌诗》。今天是贵宾来访，每次我们贵宾来访邀请贵宾都是非常非常特别、啊、非常非常厉害的贵宾厉害人，但是今天呢要介绍这位贵宾进前要讲一段小小的故事，因为呢本来贵宾要唱这首歌是按算我本来自己要唱这样，但是呢自从我那时候看到一次 Live 的现场、哦、我听到在唱了，我说这个歌我本来敢唱啦，一定无论如何爱叫这个人来唱，就是今仔日的贵宾萧煌奇耶。老三哥你好，阿哥。哦，这段你无讲你唔知。是，迄就是拜我本来迄天录音已经录了。哦，已经录了。啊，这段歌叫做《歌声哪样》，因为这段歌足好听嘛。是。哦，你家己真爱唱嘛，这么为啥足好听这条歌嘛？是，这是迄个陈升写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哎、欸，你家己在唱的感觉是哪小分享一下？哦，迄唱起来迄感觉，就是要跳舞的感觉。哎。只是吼，啊咱啊。诶、欸，男主角有一个舞池吼，啊来找一个迄、那个小姐辣妹，到底那舞池当迄种跳舞的感覺，跳舞的感觉安尼吼，因为目睭无看吼，就想做迄种想要讲啊，找一个啊水姑娘到底跳舞的种感觉。嗯、啊，无今仔日用想的拢大家拢真水啊，大家拢真水对啊，嘿、欸，我用想的真正大家拢真水呢。是啊是啊吼、欸，啊所以这条歌呢，哦，等我咧听的时候，哦，这条歌我本来就安排讲这条歌一定要分享我咱观众朋友大家来听，是因为太好听的一条歌吼。嗯，啊本来从家己吼，甲变看会当唱下呗，没有没有。你讲吼，你同伊阿先在唱，人讲啊，唔通啦，我放一块了吼，我前摆去家人有办一个、哦、办一场演唱会，迄、哦、摆是萧煌奇唱一条，我放互你听，安尼怎放互我听？哎，放放我讲，安尼我唔敢唱。我这首歌吼，爱真正爱有爱有迄、那个挑战都悬的啦，头先有一挂迄、那个，嘿，爱一挂念歌啦，爱一挂有诶无一大堆安尼吼，可能爱有两把刷子的人才有办法唱这首歌。啊啊、因为我只有一把，所以我们刚唱。你有两把，你有一把半而已，差半把。所以这关节音骨差真济安尼。是、哦、差所以讲这条歌真正不好唱，虽然用这条歌就是一直讲歌声哪样，唔忙讲咱所有的朋友吼，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哦，歌声哪样，就歌声来吹落，一切拢无问题。无唔对，来，马上欣赏这条好听的歌，歌声哪样？啊，孙来家啦，孙来恰恰。Mio rode pa mi rode, amre pa mio。Mi famiglia fino ne cino ne spamroccia Roccinza roccinze A bari cambia orecchia Nare ogni un cimcino e quasià Quando ti lasci un paio Un cittadino e che l'anno Anea di cambia e zainia Un di le vacao cincia papia Da lei tanto Non si è città Poi ho di cincia cao cincia in cui Na tia del cosia Qua ne cim cinta cui qua Qua cui liao ci sai ci nia请问你比的挂下老天就过下我的心情卡开我
乱的